Y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.又到了月底的超瘦神季了，耶！那这一次的超瘦神季的转蛋影片呢，我没有在第一天就把它放出来，因为呢，我跑去拍了牛奶的影片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也去看一看哦。有鉴于之前每次抽我想要的角色都抽不到，没有。所以这次我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我先创一只小号，然后把四星角色全部抽掉，然后我再用我的账号来抽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抽到我想要的角色？所以我这次特地准备了另外一个小号，存了50颗宝珠，要来先把四星抽掉，然后我就会抽到路西法。相信呢，经过我的安排之后呢，一定就可以抽到路西法啦。那我们就来10连抽吧。来啦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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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哇！龙马七耶！还有吗？不会这个又抽到路西法吧？哎，四星。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！10天3成，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还有机会还有机会。咦？啊！这个超一直出现这个非常常见的四星角，哎呀！摆第三海夫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皮诺丘，最后两个，啊，最后一个，有没有？有了吧？没有。好，在经过刚刚的10连抽之后呢，虽然我们有抽到了这个龙马七，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角色，但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没有抓到，好吧？我们的路西法。不过没关系，刚刚前面呢，我已经把四星角色全部抽掉，接下来我们的2抽一定都可以中路西法啦。那我们就来抽吧，幸运转蛋，2抽入魂。压下！还是没有，没关系，最后一招来了，来了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有有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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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。经过我这个缜密的安排之后呢，路西法还是没有被我抽到，好不好？非常的失落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最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天后玉把它抽完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哇，我有那么多，我有17颗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转3次天后玉，那或许天后玉会给我们一些不错的补偿，好不好？来啊！天后玉金蛋，什么？这个要来几次啊？啊！啊！最后2抽天后玉 ，Go！ 没新的角色哎、欸？吗？新的角色吗？四星。
我要抽中五星角色了，有了，又有感觉了，有了有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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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以及我的 Facebook， 就可以接受第一手的资讯哦。那我们下次见。